电视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汉朝范滂，字孟伯，汝南征羌人。自幼受母亲教育，深明大义。少年时便怀有澄清天下之志，被郡人称赞，遂举孝廉入朝为官。孩儿即刻启程赴任，不知母亲还有何教诲？儿啊，如今宦官专权，奸佞当道，百姓民不聊生。而此番朝廷命我儿为清照使，赴冀州巡查，任重道远，我儿当好自为之。孩儿明白。听说冀州的地方官多为圣上宦官或亲朋宾客，他们依仗权势，贪赃枉法，欺压善良，作威作福，许多清官廉吏都被他们诬陷下狱，乃至性命难保。而去此地要为民请命，为民伸冤，依照法令严惩不法之徒啊。孩儿有澄清天下之志，定会牢记母亲教诲，勇担道义，为民雪冤。这就好，为娘放心了。儿啊，天色尚好，早早登城吧。哎，诸位请回吧，告辞了。范滂即至冀州边境，当地官吏自知罪责难逃，纷纷闻风解印而去。两年后，范滂因政绩卓著，被任命为光禄勋主事，又任汝南郡公曹。范滂为官清吏，嫉恶如仇，意志豪强，治才不轨，结交士人，反对宦官，后来成为太尉黄琼的属下，专门监督官吏的行为。
您奏折是你上的？是的，大人。一连弹劾刺史以及豪权高官20余人，你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违法乱纪，行有不端，实在是国家社稷的祸害。哼，现在有人怀疑这是你的私怨，不然怎么会如此干脆决断？你一连弹劾了20多名官员。我之所以这么做，绝非为了私情，而是看情况太严重，故先举所及，然后再对那些没有来得及细审的再一一核查。我听说农夫除去田间的杂草，家谷必稻，朝中的忠臣除去奸佞，王道可清。如果我说的人和核查的事实有出入，甘愿受到最严厉的处罚。你好自为之吧。嗯。第一次党锢之祸起，李英、杜密等人被宦官陷害，几百名党人都被关押在京城北寺监狱中。快走，别磨磨蹭蹭的。这，哼！哎，范大人。您这是来看哪位大人呢？我是来投狱的。啊，范大人，这上面还没有下旨拿您，您这是？朝廷逮捕党人，我也是其中一员，前来投案有何不妥？大人，大丈夫立身于世，理应光明磊落。我对皇上、对国家社稷一片忠心，就算此时身在牢狱，一无所惧。请打开牢门，让我进去吧。范大人，您这是何苦呢？您赶快回去吧。范大人呐，我们都知道您的忠义气节，但请您赶快离开这里，就不要再趟这滩浑水了。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君子亲其亲，贤其贤，在这种时候我们应当同舟共济，共度难关。范某人怎能苟且偷生呢？范兄，既然你执意共赴难关，兄弟我建议您先去祭祀高尧，以祈平安。哎，对对对，范大人，您还是先去拜拜高尧吧，求他保佑你们平安无事度过此劫啊。高尧是古代正直的大臣，如果他知道我们无罪，他会在天地面前替我们申诉冤屈。如果我们真的有罪，祭祀他又有什么用呢？我大汉有这样的忠义之士，无法报效国家，却惨遭这样的境遇，真是天理难容啊。范大人，您的母亲给您烧东西来了。那哦，多谢了。汤手捧棉衣，心潮翻滚，泪如泉涌，但却显得豪气满怀，胆魄倍增。母亲，后来经过朝中正直大臣的上谏营救，汉桓帝下诏释放党人，范滂离开洛阳，回到雀山县。这少爷，少爷回来了。啊，管家你还好吗？好，好，老夫人身体也好。快，快进屋吧，少爷。好。老夫人，少爷回来了。少爷回来了。慢点。啊，回来就好。母亲。我的儿啊，
你受苦了。母亲，别难过，儿子不是回来了吗？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是孩儿不孝，让母亲挂念了。傻孩子，娘是看见儿子回来高兴的。你受尽了牢狱之苦，为娘怎么能不挂念呢？母亲，您身体可好？自从知道大少爷入狱，老夫人就一直身体虚弱，吃不下饭呢。母亲，儿子让您费心了，我实在是愧对母亲，愧对家人呐。娘知道你是为了弘扬道义，报效国家，娘有这样的儿子，受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孩儿离开母亲时间已久，这一次回来待在母亲身边，好好照顾母亲，以尽孝道。好啊，我们一家人又能团聚了。儿啊，赶快沐浴更衣，去拜拜范家的先人。范家列祖列宗在上，范滂不孝，本以忠于国家社稷，为民造福为己，岂奈官宦倾轧，事无进程，如今退官还乡，侍奉母亲。汉灵帝建宁二年，宦官专权，大诸党人。作为清流派人物的范滂，虽然早已退官还乡，但还是被列入了逮捕的名单之中。哥哥，车马已经备好了，您现在赶快上路吧。我不是说过吗？我不会走的。哥哥，您就听我一句吧，赶紧走，要不来不及了。弟弟，你让我往哪里走啊？天下之大，哪有不能容身之地呢？天下虽大，但大丈夫岂有贪生怕死之理？为了伸张正义公理，守住我们的信念，我必须坚持。清白与否，我相信老天和时间会还我公道的。哥哥，我们都知道您是清白的，但是您就算为母亲着想，先保住命再说呀。我相信母亲也不想看见她的儿子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哥哥，弟弟，我知道你的一片好心，但如果哥哥走了，留给家里的就是数不清的麻烦和不安，我于心何忍呢？哥哥，家里还有我呢。听说汝南督邮吴岛奉命前来拿你归案，现在已经快到驿站了。吴督邮来了。驾驾驾，快快跟上。吴大人一路劳累了，下官已经给您备好了酒菜，您是先行歇歇，还是直接去捉拿案犯？我先去房间歇息，拿人之事明日再议。啊，我已经给您备好了上房，我这就领您进去。请跟我来。下去吧。是大人，下官随时听候您的吩咐。亲手捉拿你，我内心不忍。
在第一次党锢之祸，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你是一个好人好官，但是君命难负啊。我也只能如此了，范兄。我希望你已经离开这里了，范兄啊。哦，此事当真？是我听一个驿站杂役说的。哎，看来是吴都游不忍亲自前来抓我归案，为我而哭呢。母亲，您快发话呀。哥，您现在走还来得及。备马。哥，你终于想通了。母亲，弟弟，我要去县衙投案。什么？哥，你。你哥哥做得对。大丈夫为人光明磊落，顶天立地。只是我儿这一句。如今宦官专权，不可一世。他们飞扬跋扈，残害忠良，今日之事非我一人，母亲不必多虑。哥哥，哥哥，让你哥哥去吧。驾。去禀报你们大人，我范滂前来投案。你们要胆敢去范家拿人，我必重罚。听说那吴都游待在驿站为范滂哭泣，他不拿人，您就让我们去拿了范大人，上面肯定必有重赏啊。住口，你们这些不知廉耻、毫无忠义可言的小人，有何颜面在这里论说范大人的是非。拿不拿人，我自有定夺。啊！你们出去。是。郭大人，啊，范大人，您这是，啊，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您到这里来干什么？我来投案。啊，这可使不得。范大人，下官虽然不明大义，但忠孝之事还明白一二，您是位忠义两全的好官呐，我不能做这埋没良心的事情。郭大人，事已至此，我想您把我捉拿归案，对大家都好。范大人，恕下官难以从命。啊？范大人，下官的县令不做了，愿与范大人一起出逃，一路上还好有个照应。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郭大人，你不能因为一个罪人而抛家弃子，你的好意范滂心领了。范大人，您是一位忠义两全的好官呐，我郭一不能看到您蒙受冤狱而坐视不管。郭大人，也许只有我以身殉志，朝廷才有可能放宽党人，这一遭官员的祸事才可能终结啊。这郭大人，你千万不可呀。贾母年事已高，岂不连累了他老人家？范大人，下官这就去将令堂接过来，您在此稍等片刻。母亲，孩儿不孝。儿啊，娘都知道了。母亲，孩儿要走了，请受孩儿一拜。好，好。母亲，孩儿不孝，没能一直陪在您身边，现在看来，以后也不行了。母亲，您腿脚有风寒，冬天要特别注意保暖，孩儿不能。
娘知道。二弟仲伯仁厚孝顺，有他侍奉母亲，我也就放心了。孩儿此行凶多吉少，如若遭遇不测，请母亲隔此忍耐，千万别太悲伤，身体要紧。母亲，母亲对儿的恩德，孩儿来世再报。儿子，我要教你做坏事吧，可是坏事毕竟是不该做的。我要教你做好事吧，可是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却落得这副田地。儿啊，你如今能得到同李英、东密一样的忠义节烈之名，死又何遗憾？既要美名，又想长寿，如能兼而得之，人以气节为本，气节在，寿命长短何足惜？若性命和气节不可兼得，二者取一，理应舍命而取义。大丈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你今天为义而死，母亲为你高兴啊。母亲，儿啊，今后一定要听奶奶的话。我知道了，爹爹。爹爹，爹爹。范滂别母给天下人留下了一段千古绝唱，后人对于范滂的义举与滂母的大义明理，这种浩然正气，子服其死而母欢其义的悲壮之举，令人动容。而今虽历千年，依然名垂青史，万古流芳。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阿弥陀佛。每一个人都知道，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离开痛苦。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什么？把佛像、把经文、把咒语印在帆布上，刻在石头上，随风飘。风吹到哪里，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风吹到哪里，这里面就有三宝的加持力，当地就可以消灾延寿，就可以圆满，就可以满愿。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幡、咒语、佛像，到处送给人家，挂在车上，挂在山上，挂在任何地方，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弘扬在全世界，让这个世界消灾难。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我们就把繁旗寄给你，也多护持印经协会这个大量制造三宝风马旗的功德。阿弥陀佛。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Thank you.
设立斋历，是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着香花瓣，不烹油导心，不观听寡母，不毁时事，也就是持斋过午不食，随喜功德，阿弥陀佛。听闻佛法，离苦得乐。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帮助整个世界众生，所以真正的快乐是在内心里面完成的啊！真正的快乐是从内心里面的清净跟对外的慈悲而得到的一个就近的快乐。但是大部分的人在没有接触佛法的内涵之前，都以为啊，赚钱来来去去的健康一切都很顺利满月，但事实上这个世界真的是变化无常，所以佛陀讲三法印，那是个真理，诸行无常，一切都是变化无常，所以没办法控制的，诸法无我，有受皆苦。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啊，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经常的来借这个机会来完成内心的净化，乃至呢所谓的身口意的净化。所以依靠外在的一切，那一切都会让你觉得没办法控制。所以无常故苦，无我故空，简单的说，这个世界给我们一个真理，苦空无常。所以在这一点很了解，跟我们大家一起为整个众生世界而发起大悲心，愿成佛的菩提心。